Hallelujah. Oh, Rakashiki. Hallelujah. Hallelujah, 感谢主，感谢敬拜团啊。Hallelujah, 大家平安，有喜乐哦。感谢主，有喜乐在主的中间是好的。Amen。世界虽然立立乱，但是吼，我人有喜乐有平安。Amen。Hallelujah。OK。我还没开始之前，我们来做祈祷，感谢俄罗斯上帝。我感谢今天晚上你跟我们同在，到底我们的中间有你的灵来充满，主有你的灵来运行。主啊，因为在你的灵的中间，我们赚到自由，赚到透棒，因为你是神，你应允了阿伯拉罕、以撒跟雅各的必领教我们的生命，因为我们是阿伯拉罕属灵的子孙。主啊，你要来祝福，主啊，你要来教导，让我们在这世间所走下来的路会对着你话，因为你话就是道，你道就是引出我们去应承神啊。我们要对着你道来走，我们的脚步不出错。主啊，我们感谢，让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说的、听的，主啊，我们不能学到，因为是大话，是大你灵的未来的，你灵来让我们听了，让我们的灵会坐车，让我们会跟你连接，因为你是我们的葡萄树。神啊，我们感谢，我们的生命要在你里面结经果子，主啊，这个果子要丰盛，要得胜。主啊，感谢俄罗斯，我将所有兄弟姊妹交到你手中，我本身不被交到你手中。耶稣，你不会来洁净我人，和我人家罪隔离。我离开了罪，我人走入你道。主啊，我人家会赚到应生。主啊，感恩你，跟我人同在，奉耶稣名，我感谢加祈祷。阿门，哈利路亚，来拍手给耶稣。哦，耶稣真正好，哈利路亚。今仔日要来教大家分享神的话吼，是讲虾米咧？是讲十二格的地位哦。十二格的地位，有时有，但是我人活到滴这世间吼，啊，入山巴上古未紧张吼。咧世间的物件，滴滴拖，我人滴滴行，滴滴回，我滴滴行，滴滴离开了，滴滴回。所以我人基督徒的生命，有祝福的生命啊。小换起了，甲世界小换起了，和世界将我人的生命安怎也走起了，福分换起了。所以我人唔知影哦，到底哈咧啥个淡薄路，到底冷水鱼啊，老卡慢慢补补补咧，热啊热个死起了都唔知系咪事哈。所以今仔暗咧，我人要来提醒家己，先为我人提醒咪十字架的地位。十字架的地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着重要。我们活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界啊，撒旦魔鬼啊，真正他要用真正多办法啊，叫我们啊来加消化，将我们的生命消化出去。我们到底圣经有真正多 case， 那个 case 就是提醒我们啊，有人讲圣经的话几哪千年了，我跟你讲。耶稣在圣经讲过什么呀？伊的话，昨日、今日、将来永远无改变的。天地会过去，但是伊的话是永远的，因为在伊嘴讲出来的。
所以我人爱相信圣经所讲的物件吼，无过时的。世界真济物件会过时，但是上帝话袂过时的。我甲你讲哦，世界有真只济出名的人写册。写册一代过一代，伊个册哇出哦，有个人讲我一本册真销甲弱销，啊一本册啊大世界几亿人买，我甲你讲未变，因为上帝圣经个话几那千年了，阁是安尼济人买，阁是安尼济人读，因为最主要伊个话无过时个，伊话都是一个道，一个教我人引导我人行一道。所以今仔日伊要提醒我人，卖将我人的生命甲世界相换去，啊，要将十字架的地位放大伫我人的生命。我人先来看圣经节吼，创世纪，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十七到三十四节啊，这个内囡仔慢慢大汉了，以扫，以扫是最最啊，以撒阿伯拉罕的孙咯。啊，伊真正够拍辣诶，所以时常咧啊，伊去拍辣到底个路啊，啊，到底山顶拍辣啊，像外表哥样只够拍辣诶啊，拍山都啊，样多马铃啊，古邦个山顶样只够拍山都诶，啊，所以伊人样到底帐篷里面啊，到底内面，然后伊会把伊杀，真正爱伊杀诶，因为伊常常啊，伊拍辣伊够拍辣嘛。所以吼，伊对佮规日找迄个山珍野味互伊食嘛，啊，所以真正爱的。了，礼拜食是最最啊，啊，礼拜食就是伊杀一波咯。伊真正西洋伊即个细汉叫，伊会惊叫做咩？雅各，啊，所以接落来，有一日雅各啊，伊煮汤了，哇，伊杀对来到底啊，拍辣对来是讲哇哇。腰加弦啊，啊腰加弦啊，啊伊唔是腰加弦啊，一个无力咧，一喘喘加弦啊，所以一个腰加弦，一个喘加弦，你个我讲系咩啊？啊，依家亚国讲，哇，我腰加弦了，我实啊无力加弦了，啊，如何我一碗嘅汤啊红豆啊红汤来给我啉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你看准备厝圣诞节是一样唱一条歌叫《献个腰》，献个腰，你捌听过哈？献了个腰哈，所以吼、哦，用献个腰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家讲，你好，我一碗红汤啊，伊讲，伊阿哥就家讲咪，你袂只碗红汤吼，会使将你的头朝囝的命分好啊，啊，伊讲。我都要死了啊！啊，头朝囝的命运是虾米咧？有虾米有益处咧？啊，伊讲有虾米益处咧？哎，你嘛牙齿咯，对哦。伊个伊讲哈啊，有虾米益处咧？意思是讲哈，伊对头朝囝的命运，上帝吼，伊这个命运做头朝囝啊，做大囝吼，这命运无要紧。所以世间吼，有时吼，我人不唔知，你看哈。以后会死哦，有时我人今只三日、五日、七日都无死，哈！伊安尼看去拍了，对来以后就讲我要死了，这个命运我咪重要，我爱嘛夹起咯，因为这是命运啥物看未到的物件，只要一点啥啦，人看未到的物件，咱人干嘛就是无要紧的，咱干呐看会到目前的物件，达达人不干嘛就要紧的。啊，所以咧，伊甘愿沉迄个即头朝囝一名，你咪想讲属灵内面无半项，嘴讲出嚟啊，都是有力的。因为耶稣讲啊，话讲着着，像个金的苹果摆伫银的盘。上帝创造天地万物，伊本是用伊的话来创造呢，所以话是真正有力的。所以伊感觉着这个头朝囝名无要紧，你爱你就举起来。伊讲我献个腰啊哈，所以吼伊根本定迄个神系何应允。所以有时我人活在这世间啊，为了累，为了名，为了工作，为了真正济物件吼，我人会将我人的这个物件无要紧去，放失去。咱人唔知这个物件发生嘅时候，啊，
你看伊讲虾米，伊是真正够拍辣的囡仔来。伊会晓拍哈拍山刀，卖干那讲拍山刀，可能会晓拍老虎个哈。所以伊讲话就伊是真正够拍辣的。有当时我那个人，我到这世间吼，真正够贪累，真正够做工，真正厉害，真正有官兵。但是有时我人未记了，虾米是第一重要的？我人会放失去的，无来到等啊，无来咯，不要紧的，我系更加要紧嘛。啊，了，今日要读册，今日要紧嘛，我要紧我吹一个耳灯，我今日高高的起个耳灯，我就要被头一名的。你捌看过有个人啊，伊会惊考六科啊，六科内面有五科一百分。一科九十五分，你骂伊，惊骂个臭头。有安尼款的人哦，有样追求安尼款的物件，但是样未记，你惊六科一百分过安怎？你惊头一名过安怎？达达人不爱拼，伊惊头一名吗？了样直直好惊压力，请问一下，古早那人读册，那人家叫头一名？未记啊，但是直直爱毕业，惊头一名，家己都无头一名。所以这个东西咱人未做到，但是呢咱人有这些东西可以交托给耶稣。他怕贪头一名，没得卡后过多行生活，这就是好的。但是到底耶稣里面生活这就是好的，因为耶稣有说过，神有说过，我人不是好的人，我是什么？对，我人是好命人，来，我大家讲，我人是好命人。阿门，哈！所以吼，我人要感谢主，我在来耶稣内面是好命人。所以，卖将这个世间的物件看了真正大。有个人跟我讲，哦，你本地是真笨的，啊，去年你做的物件真厉害，你是真笨的。但是从那边水出来无正变呀，无正变就无正变咯，有关系咩？啊，无关系啊！我正变暗时陪一家一人，啊，无正变暗时陪一家一人，我是想我一个人，尤其是我一家一蹦一跳，会惊一走，啊，哦，尤其这个九十九一背个一走，哈，啊，所以咱人生活到底这边位，买规矩看。世界讲伊会好入虾米？魔鬼撒旦在这世界为一点点出真一只无想无想的物件来缩人人的力，缩人人的时间。啊，咱人将个时间放到底黑边，将咱个时间放到底这边。咱家己哪是虾米？搞搞读册，赚头一名，做一百分，你无头一名，无一百分都袂活，会活有可能啊？有些人啊，无一百分，无头一名，嘛是活甘呢好。但是爱一百分头一名，该活甘呢好咩？这啥物啊？面嘴崩白咯，人讲面死爱面。但是面要紧哦，无要紧。对我来讲咧，我头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无要紧，我今仔日出名也好，无人过了第三代、第四代个人捌我。无人捌我了，但是人捌就最捌耶稣，信耶稣啊，无信耶稣，你啊未信耶稣，本好，你本听过耶稣的名啊？啊，我去加尼泊尔、尼巴，人本知耶稣的名；我去加山地、山顶，人本知耶稣的名；我去加缅甸。唔是讲黑边无用电，就缅甸哈哈，伊黑边的位。诶，人本在耶稣，所以人在外面，唔在外面，但是人在耶稣。所以嗬，咱来名有出名无出名要紧咩？啊，对我来讲是无正要紧嘅物件咯。啊，你今仔日换大顶车无换的大顶车，新嘅还是旧嘅车要紧咩？无要紧。买好这类物件吼，将我人的点声换去，交好世界去。咱人直直创世界，创，唔是这类创世纪的。伊圣经叫创世纪，唔是叫做创世界的。创世纪是讲啊，教咱人按照行到底上帝起初，教咱人的脚步。
所以咱来挖出来啊，大灯车好，小灯车好，嘛是四个人，嘛是安款行。所以免去甲人比，人比人气死人啊！所以咱免去甲人比赛的，尤其是安怎，录活了平安哦，平安，欢喜哦，欢喜哈。买规只去看戏，了咧戏，甲你讲好哇！啊，我甲你讲，当今嘅真正济戏啊，甲你讲啊，一出来啊，伊主角啊，查某啊，水水嘅啊，白富美啊，好靓嘛，个冠个白个水啊，哇！了大波嘅高富帅啊，好靓嘛，你世界你笨笨蛋啊，我名威廉丹，我叫人笨笨蛋。所以吼，伊唔是安尼款，唔是叫咱人吼对调咧故事，故事是伊写出来来好让人娱乐，好让人欢喜嘅。但是这类物件无得卡，我通特别对讲，伊嘅生活，伊有伊嘅生活，我有我嘅生活。伊生活真正好咩？我有时乱对一个戏啊，哇，三百集、五百集、六百集，我空看啊，惊死我！我无咧闲嘅点声看咧戏。做咩事啊？无需要诶，看了也是愈激气，啊！伊欢喜，你也对欢喜；伊好，伊好，你对伊好，无需要诶。我人坐伫耶稣内面，你对圣经将十字架下坐伫心内，你大日欢欢喜喜过好日子，哈、啊！所以，咱人卖为了名，爱名爱利，哈咪不爱了。将咱人的时间，将咱人的十字架，和咱人的恩恩换起家去。我人无需要做安尼款的物件。啊，如咱来看吼，《雅各书》第五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伊讲咪，工人和路人受受的，路人欠伊的累咧，咧累有啥叫的？所以吼，正正到第五章啊，第五节的位讲咩？路人在世界享受美好的安乐啊，让哈利啊当宰杀的日子，竟骄养你们的心。这个世界吼，好路来享受啦，大好吹好吃好啦，出去的时哈、啊，哇，该爽呀咯吼！哇，我人当今哈咪呀，我假使甲看哈咪耶，滴到内面啊，介绍路去个路吃好料啦。啊！伊 Facebook 介绍，你去个落为学掉大，真正爽啦！哦，咱啦为了这类物件吼去追求啊，去追求咧讲哦，真济人甲我朋友甲我讲咪哦，我的 trip 是叫做 healing trip， 哈咪个 healing 个无 healing trip 啊 ，healing 就是讲我做工啊，我压力了，我企下边吼，我学异地，我的心情较好啊，对内个在创，嘛是想的。你去了，我欢喜一阵，对来烧掉嘛，在个里边去做工嘛，是搁在头壳听。尤其是咱在耶稣内面，大大只有去吃好，无去吃好，本来欢喜平安的，哈、啊。所以无需要讲哦，我特别去安尼安尼哦，都欢喜平安。唔是安尼，平安是在滴心内面出来的，唔是外口入来的。因为最属平安在滴。内面出来咧，是耶稣在你内面啊嘛，圣灵在你内面啊，十字架的灵力在你内面，所以你喜乐是在内面出来嘅，所以无需要外口嘅物件，因为尤其是安尼款嘅日子嘅点啥时吼，宰杀的日子啊，意思是讲啊，末世了，即要过了嘅日子。啊！咱人唔知，咱人个讲讲对调世界个茫茫个，你看哦，啊！所以咱人个生命有无咯？所以无论我人做虾米，咱人都别笑。笑虾米咧？像阿真言讲个，你看真言第三章第五节甲第六节，汝人别专心依赖耶和华，卖依靠家己个聪明，到底乱所做个一切事上爱认定伊。伊就叫会引错路人的道路。圣经教咱人讲，爱靠耶和华，人的生命要靠上帝，唔是要靠世界。甲你讲，我会何路虾米？你头家甲你讲，我会何路虾米？你的世界所做嘅物件，甲你讲，我会何路虾米？唔是，世界未何路应承，
世界背后咯，永远系平安加喜乐，干那多神嘅内面永远有喜乐。所以有人我看古早过去，加一点声，哦，我做工嘅点声哈，还是我做保险嘅点声，哇，搞家泥巴吼，真正压力咧，做滴滴病，滴滴病，滴滴病，吼，要搞下病，要开起啊，要开起啊，啊，啥 rocket 咧开起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压力咯。但是今仔日吼，我将所有嘅物件交托吼，有都有，无都无，我感觉就叫轻松嘅。但是我会晓交托嘅点声时吼，达达到上帝不让我做地管。所以耶稣讲过呀，你要大啲地管嗬，运转嘅物件交托，伊何如会是地管？那是讲，咱人未晓交托，未晓交托安怎啊？未晓交托，咱人家己压力咯。咱人无少过讲，咱人行一步，咱靠上帝啊，伊只轻轻杀，你了都行十步。真济物件，咱人无少着诶，所以咱人家己担。自己用火起来打，这边圣经跟你讲什么名字，不要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会做聪明的。以赛亚书本有跟我们说，以赛亚书55节有跟我们说什么，他的道跟管过我人的道，他的意念跟管过我人的意念，这些东西，你祈求的，你想不到的，上帝给你，你做不到的，但是上帝给你。所以买单家无赢啊，我赢了啊，我过来挨耶稣，我能达达日哈，无插入赢无赢，你不爱也挨耶稣，你不爱纪念耶稣，不爱祈祷甲耶稣，不爱临时敬拜甲耶稣，唔是教家我赢胜啦啊，我感觉啊，有人给我学晒主等啊。我退休了，过来学晒主。你老退休的点声的时吼，过来学晒主，过春几年来学晒主。啊，你我个一百岁，过一半点声呀，无六十岁个退休啊，不如啊，春四十年。那四十年里边，包括你困、食，那用过后面约这点声来学晒主，还来拉个我。啊！咱爱主吼，唔是干呐，我应嘅点声呢？爱主到底应无应？我去啊，这里尼泊尔哈，我卢家对来哈，我感觉吼，伊人爱主啊，真正爱主诶！我人去借了讲话，用捧水出来，互我人啉水吼。一个我好像我怪人点记咯，我想我咪需要点记，用家去只熬水，用本几多感谢主，讲下咧啊，水可以啉啊。我人这边有啊。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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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淋起啊咯，过等下夹咧水起来几多咧，个来淋感谢主哦，无，所以我徛边我不恶掉样咁样，哇，所以哈我醒目啊，样水来时吼，我无头夹起来淋啊，我看啊，今日来夹起来淋掉咧水几多啊，哈，这就是样爱主。虽然啊，我人真济人借条真正流咗啲讲话，讲话真流咗，你捧水来咧要淋水，点少时今日人点样去几多啊？look， 我人有安尼款咯，无啊，我人高逼只下路来念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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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里面可以聊呢，够几多？吓，无了。但是我学到一就是啊，伊人爱主，哈，你让坐我去爬山了着，让坐我去爬山，我讲爹爹娘，爹爹娘，弟弟爬，弟弟爬，弟弟滚，弟弟爬，弟弟滚，爬两点钟。哇，我讲爹爹娘，一只鸡甲一只鸭讲话嘛。啊，无情无趣，直直坐啊，白直直滚，直直滚，两点钟啊！起家起协了时候，应该再白落来两点钟啊！哇哇，起讲啊，落来是贵个卡硬硬啊！啊，但是咧，感谢主，一两一路白山吼，一路感谢主，咧样一路唱歌哦咯！哎呦，我看到一两哈，无论他们点声哈，不听样的感谢主的哦，无论他们点声样不的几多啊，唱歌的哦。啊！你用坐我去行一行咧，嗬，从遐行到一半，伊个 side track 啊，弯起一个人嘅厝啊，哈，这个人啊是我人嘅教友来，行到人就去内边解几多，啊，我跟你讲，真趣味嘅样，其他嗰路啊，有熟识嘅人啊，都是弯住几嘢厝去几多咧，喎，所以，即我讲话就一下边嘅爱主一心啊，啊，我人咧，我人其他。
朋友的厝吼，兄弟姊妹的厝啊，进入来，哎，你食饱未？哈，哇，哎 ，Tesco 减价啊，你去 Tesco 买哦。然后我讲哈，接过来厝，来来，让伯伯来几多？无。啊！哎呀，欢喜台，你看我第几集了？看我三五六集了，你咧？你我看我五百几集了咯。有几个人去讲讲，哇！来来，我甲你几多？你还没输油？哎呦，我大下朋友，我看到哈，我虽然去短短五集，然后看到我参与人，去行，看到一人爱主的心嘛。咱人特别恶，安尼看爱主的心，到底生命内面吼是真金贵的。所以你看一人的生活就是安尼。但是要欢喜哦，要不是真欢喜的，哈，要不是真欢喜的，所以讲，卖好生命内面啊，的物件，阻拦路 ，stop 路，卖去爱耶稣。我讲有时为了贪累，我讲会卖来搞灯哦。有时为了哦，要去吃，我卖来搞灯哦。哎呀，最最高兴啊！伊今日请我礼拜啊，让请礼拜啊，未啊！伊请 ENO Hotel 啊，好料的啊，一道千几块、两千块的，我要去吃。然后甲啊，八十米灰，八十米灰啊，今日我无来哈，让请 ENO 我去吃。哈，礼拜我甲你讲，一个月四个礼拜，你减来一礼拜，都是剩三个礼拜。剩三个礼拜不要紧，平常时拜一到拜六，咱人有清君主，佫无相。那无清君主，无听，无读经册，啊，无敬拜主。如意思是讲一个月，如接君主是三日尔咯，三日佫唔是规日入四点钟咯，来七点到甲八点半就要请讲请讲断样咯。时间到了，哎呦，这巴德威廉啊，八点三十分，你佫直直讲好了啦，你等开。人要对了啦，八点半了，你知哟？嘿，扯讲不对啊！那人第一暑假是咩？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正济人暑假讲诶，我到底世界都是安尼款行，安尼款做诶嘛？我未使讲啊，无安尼款做啊，无我趁无食啊，还没人甲你讲。人世界人安怎做，我无管呢，我对耶稣爱我安怎做。所以我做下面物件不好，我本无管呢。人家我讲安尼款，我讲卖就是卖，哈、啊，伊未讲入下面吗？卖就是卖，啊，我做嘅工作就是有个人爱我做这里，我讲卖，伊本未管我，哈、啊。然后有个人讲啊，你哎呀，拎淡薄不要紧呢，第二句讲来啦，拎淡薄不要紧呢，让请公宴啊，然后我拎顺袂醉。然后伊人个咧举起来吼，清清的写，我教教写啦，我这是啥？哦，我顺袂嘴无相识，哈。所以讲，拎淡薄不要紧的嘛。我讲你嘛无叫饭啦，叫人食独白一袋嘛不要紧，这样无食，你无叫人食，哈。所以我买就是买。所以这物件是咱人的选择，耶稣道理里面咯。如果纪念伊哦，你去个个路想着伊哦，咪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我到底这世界都是安尼款的白灯呢？我就是对世界安尼款白灯也无贪无食，还没人个路讲。上帝讲过，伊是类供应者，伊是虾米？伊是类供应者，就是耶和华以利。伊是类供应者，唔是世界是类供应者。圣经内面无个路讲，世界是类供应者，唔是世界。好路诶，所以遵守世界经济好歹，对我来讲是无关系。世界经济好歹对我来讲无关系，因为我供应唔是从世界来，是从耶稣而来，一生归来，啊，一传归来，要紧是如亲近伊，接近伊。所以世界就是教我人啊，我人无对世界哦，我人就是 outdated 了，啊 ，outdated 你知虾米叫 outdated 哦？就是你过时了，会使放生毒了。哎，哇！真济人跟我讲，你过时啊，你会使下生毒了。我讲，你诶，我硬去下真经啊。所以吼，我讲物件无过时。你看圣经话有过时，又无过时。啊，所以世界唔是一件，你看我人无 outdated 诶。啊，所以到底腓立比书吼第四章第十九节，伊讲咩？我人的心就越应要丰富，到底基督的内面，好如一切所有所需要的。
啊，你看《腓立比书》上帝的话，这话是英文啊，几千年啊，本是这句话，伊无变的啊，都是神教伊应要的丰富，在滴基督的内面，何路人一切所需要的不满足。所以你需要什么东西，他让你满足，他从来没让你欠亏。所以神的儿子是没欠亏的，你要有满足到你的心。所以你看小小话，这个耶稣分五千人吃的罗地加那个湖满足肉质而已，我们有时看到，哎呦，这个东西只有少而已，哎呦，我唔知会贵哦，这个生活吼，啊，我跟你讲贵，因为我本是过来人，过来人。有时我讲，哎呦，我一个月啊，入息是安尼尔喎，唔知会贵哦，惊唔知会未穿开哦，啊，是未去穿开就好啦，啊，未去穿开短期啦嘛。但是吼，上帝就咧，我会穿开嘅贵，啊，贵咧个春。啊，给祝福别人啊，所以这就是咱人的心，你所想未到的。所以世界咧是逼一条人啊，逼路啊，就要顺服伊，对掉伊，对伊受换，就是像啊啊，这个伊撒安尼款，伊撒安尼款，用一碗的汤将伊的命分换去。世界用伊物件将你命分换去，世界用伊的物件来。你的目睭看到你爱的东西，追求的东西，它就是放这个符调出来，调走你的福分去。所以我人要学安怎会晓连接，因为耶稣是葡萄树。如果是你看葡萄怎么说结呢？因为它的葡萄树供应它的维他命，它的那个包啊，好像是葡萄树那个树长的金属了放过来的，如果是说离开了就没了。所以这位是我人需要爱耶稣，耶稣供应了我人一切啊，卖好这个物件哈来代替了耶稣带来的生命，卖好世界物件代替，无物件会代替，无物件会代替耶稣基督带来的生命。所以路人就要爱哈咪，卖个人笑话，卖为了。物件贪，个人笑话。你贪来的物件不被应允的，你爱来的物件不唔是应允的。啊，一代一代安尼犯规，你做一条物件不唔是古早的人不有做过的，但是有应允哦，无。一日家庭起，一日家庭落，啊，一日昂昂起，一日昂落，掉掉诶，你被应允的。所以吼，卖好世界的物件来，甲你消化代替去，耶稣好你的啊，因为耶稣来好你的是啥物？我的性格，耶稣好你的是温柔，伊的爱，伊的一切，伊好你的爱，甲伊好你的一切是无人会代替，世界的物件袂代替。世界好，如果第一水的车，今仔日出第一水的车，你驾到了，那个车有可能是十米连一顶，你驾到了，佮安怎？伊下个月佮出一顶新的了，了你要安怎？你永远追求袂了的，因为做咩事？世界都是爱你追求袂了，愿你追求袂了，是你都无用，你无用了安怎？无用好，你点声好耶稣咯，无用好无来交等咯，无用了是安怎？离开咯。追求下朋友咯，下边较重要啦。哎呦，耶稣，等我摊累好死了哈，我好死了啊，我个来，哈，我好死了的时候，我个来服侍。同样我未好死个，你知我信心，我来信耶稣，我未一年个，还是我无工做，点点换工。了，拄拄好，到底圣诞节一点先有两个兄弟介绍我工。哦，一个介绍我做，一个介绍我做保险，一个介绍我做 medical rep， 做迄个卖药的物件。所以我甲耶稣讲吼，两项我不谈。我甲耶稣讲，耶稣，我爱的物件吼，头一项我做的工，就爱服侍你；第二，就要爱有好事。
哈，那那是跟他好事比学晒路，耶稣我咁完埋，这是我跟耶稣基督的，我跟一套的，我唔是跟他买好呢，我跟爱学晒一学晒主的，那是讲今仔日也好事，但是我离开了主，这里生命够用哦，这生命不用呀。所以无物件会代替上帝给我人的十二节换来的生命啊，十二节换来的生命是圣餐的款吼，你看十二节圣餐哈，你饼，你买上我，你来整只饼，唔是麦粒饼，这个饼是代表了耶稣给人立约，伊的生命是圆的，完全的，伊无需要破碎伊的生命的，是我人的生命破碎了。耶稣今仔日用这个圣餐的饼来代表，来甲你讲，我的伊的生命给你，你会破碎的生命给我，传去十字架去。这里就是十字架的地位，伊将咱人生命破碎，将咱生命的无好，伊打走了，伊给咱人伊的满足的，无欠缺的。所以圣经不讲啊，上帝祝福你的祝福啊，是无加添、无加添坎坷的。所以咱人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哈，伊讲啊，我人爱有人对我咧，就要放下家己，扛起十字架来对我，因为凡救了家己的生命，必无了生命；凡为我无了生命的人，也要贪着生命。二十六伊讲啊咪，迄个人若贪了规世界，赔了家己的生命，有啥咪益处咧？人会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以前啊，我的爸爸马提斯跟我说的啊，人拿刀变掉路，爱累爱命。我跟他说，累跟命我本爱。他说不会，让你经一项的，你爱累爱命。所以说，你爱命，耶稣跟你说，你贪着全世界了，命没了，还怎样？所以咱人爱敬虾米啊？有个人啊，做工啊，拼日加夜拼。我一个朋友五十三岁呢，离开啊，阿妹困困咧，未去喘气，离开啊。即是啊，伊拼到有房个咯，啊，两三间，哇，车大大顶。然后伊五十三岁呢，伊会惊二十几岁个了，十几岁、二十几岁，五十三岁困困咧，未去喘气。所以穿开，所以安怎好啊？哈，伊接落来，伊会惊特别接手伊这类物件，但是安怎伊的人生安怎啊？伊会惊影响受咯。然后伊安怎啊？安尼靠着咪？咱人无需要留家伙坐坐家学家子，咱留耶稣学家子已经接未了。如耶稣学伊人已经接未了了，所以。咱人感谢主，咱人有一个安尼好的神，一个十字架，带咱人的生命。所以吼，我人的十字架哈，带我人的生命中、生活中、思想，咱人的心情，咱人一切的舒服啊，一切的爱好啊，就是你习惯中十字架就爱有伊的地位。咱人达达人有翕效应。咱人的生命就是像一个效应安尼款，你效应内面，你生命效应内面无十字架，你生命就是安尼款过去了。所以咱的生命内面有十字架，你贪着唔是用你买着的物件，你经历经验着上帝的爱，你经历经验着上帝好路吼，还是种的甜。咱直直讲耶稣啊，你是拔就蜜。安尼甜，哇！伊是话就比安尼甜，但是讲啊，哎呀，所有都无甜，我命计苦呢，苦过苦十年，无啦。耶稣因为如果你苦苦十年啊，该甜咩家己啊？耶稣都是人诶，话就比，这个比啊，好你甜啊，你生命哈，淡掉了哈，你都未离开伊，所以你要将这十字架。这个十字架的一切上帝给你的呢，系在啲你内边，因为十字架都是神爱将基督
是多多我人的来宾。十二节的目的叫我人活在这个世间的点声，耶稣的爱对来了，到底伊阿未对来的点声咧？这十二节的目的，爱叫我人活着不再是基督，活我的力啊！啊，以弗所书啊，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二十节，哈、啊。伊甲你讲，神教条伊运行，到底我人心内面的力，满满足安尼款啊，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人所思所想的，所求所想的。就是啊，你生命内面，那是讲有将耶稣基督在内面，有将十二节到底内面，我甲你讲，哈咧活我的力都到你内面。卖讲你命苦，卖讲我的命死了啦，苦咯，啊，该苦你啊，嗯、啊，心事那不讲出来，有啥人会知？我跟你讲，耶稣知啊，啊，这是世界跟你讲，你不讲出来，无人知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在基督里面。耶稣在，伊在你心里面，所以卖少讲吼，我人未，因为耶稣死了个复活，即复活的灵在你里面。咱来生命里面，咱来生活里面，今日就这个物件是无了，未了。我跟你讲，复活的力诶，这个靠个就未了，未白起来了，复活的力诶。我定自己哈，唔是戆戆惊，我唔再讲我白攞点钟嘅算。对我来讲啊，你叫我白半点钟啊，我系知你要拖架六壳卡咧。你佢叫我白架攞点钟啊，啊，所以嗬，我冇去想到嘅嘛。最主要啊，因为嗱嗱样一路行，一路吟诗赞美主，一路讲哈利路亚 ，praise the Lord， 样子跪山咧，看啲奖嚟哟，哈。你往到对，他戆戆惊，那个弟弟协商，应协商，协商，应我起个起攞点证，哈！那咱咪讲啊，即个学话诶啦，你看伊弟弟敬拜主啊，样子攞惊，一路抄诗吟诗敬拜主啊，你看下咧啦，哈！弟弟好路充满学话学话，所以咱咧生命内边啊，卖规矩啊，弟弟想下咧考诶，耶稣都无爱好路考，耶稣是跋脚笔，伊要好路甜。伊好攞甜，做咩事？咱伫里边想看诶，无诶呢？伊好攞学我诶力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几多诶点想讲，耶稣，我看目前是无路了，是死路了。但是我知影耶稣，如果你学我诶灵，叫你学我诶吼，伊好我学我本。我看无路了，最主要因为我个多啲黑暗中，今仔日学我咧，我特别行出迄个梦，我行出迄个梦，我都是所有诶物件本学我了。所以今仔日。你的生命里面不是说没希望，因为福我的灵在你里面，他给你福我的力量，所以你走出去祈祷，相信认到耶稣说常常的灵在我里面，耶稣的十字架的地位有在你里面，你走出去所有的东西本福我了，因为他在这边圣经不跟你说吗？你心里面的大大灵力吗？所以你心里面的大大灵力在哪里呢？耶稣来，十字架的未来，所以真实的偷棒跟自由，咱有时人讲，哎呦，往着困吧，偷棒跟自由，上帝来，也叫耶稣来，就是要给我人偷棒跟自由，给我人谈到永神一人啊，啊，今日的世界在我人的心里面的环境。我人要活出的自由，卖予世界霸下掉，卖看到世界的环境啊！世界讲哇，安尼款的物件就是安尼款的物件，世界假如讲安尼就是安尼，一百条路了。但是我在耶稣里面，我被行出突破、打破这个霸掉啊、砸掉我的这个死病病，这个就是一个梦。我打破这个梦，就是用这个复活的力来搞我的生命。我行出去，我复活了。你相信耶稣在你生命里面给你复活的力无？相信讲 Amen。所以你讲 Amen， 就是复活的力在你里面了。
感觉到我已经无希望了，我的物件就砸了，无今仔日我的灵和努力行出去了。感谢主，因为上帝无爱这个世界砸一条路，卖好路看到，伊爱好路自由，我出自由，就我出自由，有时人讲，哎呀，路唔知啊，我的威廉，我唔路唔知啊。我的工作啊，无安尼用咯。我参加人做诶物件生理无安尼用咯。我隔壁厝边啊，我家大家人白白无安尼用咯。对，第二是无用，靠你家己嘛。你靠你家己，第二是无用啦。那你今仔日靠耶稣，卖去看家己。像阿圣经所讲，我一条是基督，死了坛一益处。所以那是讲，我人无爱去看安尼款诶物件。你都经过了咯，过了嘛。有时像我新租的店下时，啊，我欠 credit card 入借，我嘛是讲无希望了，单调啊，啊，所以我嘛是讲啊，单调死，啊，所以无我无单调死，我咪单机性，嗯，我无单调死，啊，所以我无我人我一条咧特别安怎啊，苦。菲律比书第四章第十三节，伊甲你讲咩？我靠，迄个加好我力量的凡事我本会 ，Amen。啊，我人来白白讲，我靠，迄个加好我力量的凡事拢会 ，Amen。啊，所以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六节，伊讲咩？今日提白一件，叫路人他。那叫路人自由，路人都真的自由了。我人无过再着困乏了，我人是真正贪着自由了。卖少讲，莫死了，安尼坎坷一过这生，安尼坎坷，我厝内人互我问题，我的工作互我问题，我的生理互我问题，我的囝子互我问题，拢总唔是问题。啊，世界无虾米物件是问题，问题是你谈到人生无，哈哩个是问题。人生即个唔是达达人廿类会买到诶，你廿十米链，你廿五十米链来买人生会买哦，未买，因为这是 free 诶，免费诶，哈，意思上帝爱你，好你诶。但是问题是十字架有在你里面哦，十字架的定位，伊的位有在伫你生命里面哦。你行达达只有十字架无，所以吼，我人看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基督偷绑了我人，叫我人得自由，所以我人爱徛了债，无过再做虾米奴才的工的生命。卖好罗仔八诶，生命来八条路，所以就是上加摩西带伊人出埃及，无个再是做罗仔了。我人出埃及了，都无个再做罗仔了啊！真济人个做罗仔，有我真济朋友个是做罗仔个，你买了几斤白，伊无几加目睭乌暗显哈。我讲你几咧，你金怎，你目睭看了乌暗显。啊，自家半暝，爱自家弱智啦。伊讲哈，佮要拜啊，我翁个爸母啦，啊，佮要拜虾米人个祖公啦，啊，佮要拜虾米公啦。我讲你拜来拜去，你计息来息去，本是拜类吹公。啊，所以你看啲来食阿无，哈、啊，即个物件人做来做咩？即是叫做困乏，咱人唔知。今日。基督的里面有真正丰富的德性，真正一个自由甲偷棒，新造的世界带咱生命。但是我人无真正会行入去，今仔日咱人无真正行入去，咱人住伫外口尔。你唔知讲里面有浊水，有时咱人行过咧 restaurant 真正水，真正海格捞的啊，咧海格捞的 restaurant 是啊，哎呦，咱人唔敢行入去咯。这就是真正贵的啊！然后唔敢就去吃啊！我甲你讲，耶稣甲你讲咩？就去吃 ，free 诶！啊，你无就去啦，冇唔知咯。诶，唔是只 free 啦，我是甲你讲，你都要行入耶稣内面，好 free 啦，你生命。
啊！以后你叫碗是 free 啊，后你偷棒是 free 嘅，买单只都夹出去啊，看到水水都夹出去。但妈把只 William 讲 free 嘅，我就去食。啊！我是意思是讲，到耶稣内面一开了，后咱人夹入伊内面，真正这方面生活教示，以后你人真正这自由嘅神来帮助我人。我特别求神来帮助我人，唔是靠家己。无论是我人的工作，还是妈呐、妈们、妈们是虾米？妈们就是累命追求世界。我欲大滴这里安尼款的点声偷放出来，我爱大安尼款的点声偷放出来。如那是讲大安尼款的点声，你被偷放出来，你滴滴点滴滴点滴滴点落去咯。啊，咱人所有的物件，买滴滴好这类物件，困得掉我人大滴那边会拔掉。名类地位啊，我惊他好个学堂甲人比，我惊他学堂你知哟，一个月几类啊，几千块啊，你惊他咪？哎呀，他 just now 啊，把都烂账下边个啦 ，just now 诶。啊，所以哈，免比诶，即个无需要比诶。啊，人因为耶稣和每一个人不类地位类满足诶，所以免比诶。啊，所以让爱大些名位放出来，像十分之啊对神的爱啊，骂门为人讲哈，十分之不敢问好。我跟你讲，这里是神啊，爱好咱人诶体验来本啊，这十分之你敢问好哈，就是讲大些细细位，你诶重心，大大项诶物件，一般诶好路。啊，这里不是代表了你对神的爱无？爱练习的这类物件啊，古早我嘛是啊，经过十分之一点些时，我老母甲我讲虾米啊？你都无够食了，够好。我甲你讲啊，当今这个肥啊，人讲我成肥甲靠眼去啊，人讲、嗯。所以吼、哦，哈、啊，慢慢在这世界是无重要的物件。就是讲，你这里是供应到底上帝未来，你爱伊无？伊个十字架个地位，到你生命内面重要哦。你生命力量到底个路？啊，我人祈，我人来祈祷，哦，我人达拉只祈祷，将祈祷个力量带出来，将迄个活我个领导内面，和你个上帝和你个心内面个创作个大力满满足足个。祈祷出来，哈咧灵，我甲你讲，我看到伊人诶祈祷，到底尼泊尔是伊人，你只只哈咧力啊，哈咧出个了啊，样诶祈祷，因为样在样讲，所以样诶样生活啊，虽然无像我人啊，到底这边诶啊，生活安尼好啊，哎样不真欢喜啊，欢迎大家日本笑诶，林君水本笑诶，我人真无 Starbucks 特别笑诶喂，啊。啥？当起囡仔有诶啊，买啦咖啡店，去咖啡店啦。啊，六块咖啡卖零，咩当起卖零十六块咖啡。所以，咱人爱从这里，咱人诶心情，买靠心情啊，买我人诶心，买靠心情来祈祷。咱人爱从这里祈祷，变成咱人诶生命一部分。十字架是咱诶生命诶地位诶一部分。啊！咱人今仔日都听了这个话吼，可以成为这个圣经节这个话，个了成为你生命内面的一部分。都、就是想啊，今仔日你吃了下来鸡腿落去，你妈在出来时无规矩的鸡腿出来，你知哟？因为就是话，伊内面已经入去你的肉、你的骨内面了，伊是你生命、你肉体的一部分了。所以上帝话，你不要将伊变成你生命内面的一部分，伊是你属灵的维他命呢。所以你需要这个维他命，让你力。所以爱会记，今仔日卖空空转去，今仔日在上帝的厨卫金条这里引温，金条圣灵让你活活的力量，安尼款的转去，会记一条。上帝一十字架地位，多你生命是真重要的。阿门。人来祈祷，哈利路亚。
哦，沙拉巴卡拉玛汉德勒勒勒勒勒，西科罗罗罗波西卡拉拉拉巴亚罗波库里安德勒比，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沙拉巴亚罗波库罗波库鲁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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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鲁，哦，哈利路亚，我让将我让的手举起，将我让的嘴来祈祷，来祈求上帝啊，今仔日我会换过我的生命。今仔日我要将十二架一地位摆到伫我心重要的位。主啊，我人要祈求，哈利路亚！我人来开嘴来祈祷来宣告，哈利路亚！人开嘴来敬拜，哦，沙拉巴亚西里里里里里里里，西卡拉拉巴亚罗波罗波罗波，嘿拉巴西里里。O Rabba Yosirirere O Rabba Shirirushe Yas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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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 Rabba Yare Shururu O Rabba Baru Shirirere YaruShirayare hire, shirayare shuru. So ya sawa kam siya kina am. Lusa chuan hok walang e wa. So ya guan chile wa e lai bin e zai jing to walang e semia. Sing ui walang semia e jipo hun.主啊，今仔日你提醒我人要将十二架的地位大王生命摆悬悬。主啊，你是我人的神，除了你无别的神。我人知影世界未供应我人生命的一切，但是我人的神耶和华，你必供应我人一切所需要的。因为你已经将十二架下到我人的生命，你已经将圣经里面所讲的。大力到底我人的那个大大的力，到我人生命的强强满满强强足足，会让我人祈祷出来，超过我人所思所想所求所想的。主，我人相信这个福我的力有在我的里面，我人的生命无过再困，无过再死，我人的生命有耶稣在我的里面，我人福我了。无论虾米件，今仔日世界的百条，我人奉耶稣的名。这个捆绑逃绑了，这个捆绑就有条圣灵的灵力逃绑了，就有条耶稣保护洁净，我人离开了罪。主啊，我人得到自由了，因为你是我人的神，你爱我人，你无放弃我人。主啊，我感恩，我来到你面头前，我人谦卑自己，搁在一道的叫神啊，你灵来领出到我人心里面，提醒我人。主啊，我人卖躲在外口看，我人被接到你内面去，我人被接到你殿中，我人被接到你至圣所。主啊，我人为你甲我人同行，大大只想甲你甲摩西同行安尼。主耶稣啊，我祈求你，哦怜悯赦免我人过去诶唔对，我人过去诶思想，我人诶心情，有虾米得失了你诶耶稣，你怜悯。耶稣，我能够在一道的将你十字架的地位，到我生命拜关，哦，好，我能在遐定目看条路，我能每达达只刻薄路，我能爱垂路，我能爱敬拜路，爱爱路，爱路，到我生命大过世界的一切。主啊，感恩，我衷心所有的兄弟姊妹交托，祈求上帝，你无纪念伊人过去的错。你纪念的乃是你跟阿巴拉罕、以撒跟雅各所立的约。今仔日你的恩恩要来到你子子的生命，你的祝福要来到伊人每一个人的生命。今仔日伊人要来领受，主啊，你天顶来的福分，天顶来的恩恩。主啊，我搁一道的将往前所有兄弟姊妹交托，感谢主，甲伊人同在，甲伊人打击的讲话，甲感动。
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我能祈祷。阿门。让拍手给耶稣。